有要事谈，你先出去。是，就我一个人呀。 赶紧出去。是。周管家是你派去儋州的。老爷都知道了。儋州偏远，我也想着找个自家人照顾贤儿，也能放心些。那人在儋州刺杀范闲。刺杀？你不知道？ 这个月的信件还未收到，我不知道。不会有信了，母亲把他送上了渔船，这几年不会下来了。这个人常年在外，居然养成了虎狼之心，幸好贤儿无碍。周管家都招了，说是接到你的密信，让他跟监察院联合动手。 置范闲于死地，怎么还有监察院？监察院那边也都是违令，监察院只对陛下负责，能在监察院混入耳目，必是皇室中人，而小皇子赤母宜贵嫔，正是你堂妹。所以，老爷，我要杀范闲，不是吗？不是。为何不是？我跟他说。 肯定找一个丝毫跟我无关的人动手呀，绝不会让周管家出手的。我没那么蠢，或许是反其道而行之。我没理由杀你，家产传承便是理由。不对，范闲，我可能会针对你，可能会压制你，但我绝对不会杀你。若若，我觉得说的没错。 若若，我觉得说的没错。若是二姨娘想要杀你，我会让嫡系介入。啊，是啊。如何？仅凭几句话证明不了什么。我，你可以自己查，先吃饭吧。多吃点，来，我给你盛点汤啊。好嘞，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冬瓜蛤蜊汤，这个蛤蜊啊，我特意让人送过来的，来，你尝尝。 哎呦呦，太谢谢您了，姨娘，我在儋州都没见过这种做法，真的吗？怎么样？幸福。哎呦，那就好。姨娘，父亲大人，这个鱼是我专门从儋州带过来的，二位尝尝好不好吃？尝尝。看着就好，你真有心。您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常从家里给您寄。嗯，我特别喜欢闻着也香。尝就好。多吃点啊，老爷。来，姨娘。 这桌菜都是您做的啊，都是我做的，我爹太有福了。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姐啊，你可不要骗我呀！千真万确，别光顾着我，看着你吃我就高兴。那我多吃点，啊！来来来，您吃您吃。哎，好。